他会看得比较开心。好了好了，好了，不要再吃了，好了，叫他嘞，好了，不要再吃了，不要，再吃一口就好。好，爸爸，今天没机会哦。所以说不容易啊，真的不容易。刚刚那只狐狸算很厉害了。你吃很多了。有的在家里面可以，有时候哎，别人比赛现场，哎，又开始又晕了，被环境因素。有的点出来。哎呦，这么多！没有没有，不是这样一点，你们这样火锅级。真的吗？再专业。你先丢近一点，给他机会，让我成就感嘛。先丢近一点，因为不要是五次咬回来了。所以跟几次都没关系，只要有五次成功就好。三哥近一点，三哥近一点，四十八秒。哈哈哈哈哈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刚刚也是跟他玩，他欲望先出来了嘛。对对对，一分钟喽，已经跟他玩了。有有有。不行就赶快走回去了。妹妹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站在那里就赶快走回去。赶快让他再丢，快点丢，快点丢，快点丢。他没看就丢。好，一分三十秒，二三十秒，快咬一个也是机会哦，咬一个也是。有时候第三秒。有啊，没有啊。四十秒，一分四十秒了。你再看他管着你了。太快了，我们要快点。快点，丢了，不要紧。五十五、五六、五七、五八、也不一定啊，两分钟吗？